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王者的掠夺贪婪宝石女王超级。基本上这张卡片是有了。那有看官方 po 了一个明暗唤醒黑暗力量的驱灵冥神黑帝斯的一个实战展示。我用了一个类似他的队伍。基本上他这边是放那个头尾是暗希腊啦，然后这个地方是放我想一下黑狗进化黑狗，然后进化模样有没有进化不记得，升华的模样，然后类似他队伍，我想说来试试看一下来为大家示范看看。所以除夕地应该不是非常需要啦，如果保险起见这个我还是不能太轻敌非常这个痛的一击。先把这一次 K 掉了。哇，他这么一直锤也不是办法。不小心就全锤了，然后我的这个青龙升华三而已因为我还有一只龙王，我想说要留着给龙王用所以青龙没有升华四因为我不知道东海龙王升华是加什么技能。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这样一个类似的队伍，它通关的效果是怎么样。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储气啊，说真的。因为后面有 combo 盾可以让你慢慢储了，储到天荒地老这样。如果血量不足的时候，那个鸭子尽管给它开下去希腊就是有点吃运气，就像这样的一个打法。因为像掉水珠掉下来是蛮多的，可是刚就没有串到了。好，看得我有点腿软掉了。这个不赶快解决他们就会被解决掉了。六 combo 盾基本上就是先 KO 掉旁边那两只再说了。好非常好。好蛮痛的。好，来不及。
没办法。哦，现在就是自己想办法，尽量做这个六 combo。这个我建议可以做多是做多一点，会比较安全一点。好听，哎呀！下一个，好，没办法，天降。在这一关就会拖了蛮久的哦，所以可以看到展示的画面是没有这一关，有没有？因为这一关太拖太久。再一个，简直是折磨人嘛，是不是？很妙的一个六combo盾。很多水珠就是不给你添加。这只鸭子有这个好处啊，血量的部分就不用担心。再一个，不给就是不给你哦。好了。所以如果有那种刷榜的那个习惯的大大们，有没有？这一关想必是关键关卡哦。你这关关系到你们刷榜会不会成功，有没有？就是希腊的宿命啊！停了 ，OK， 漂亮。好，所以为什么展示的时候不用这一关？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原因啊。看一下第六关嘛，这个的话，后面还有。所以我就这一关就直接爆发了，好吧？这个等一下是三 combo 盾，所以应该是更难打，所以直接开这只就好了。死灰友应该没问题啊。肯定这时候集气地也是要集蛮久的，所以我刚就直接开那个三清哈。把旁边的两只先 KO 掉。哦，2000多还好。这个这一关展示好像是也是没有嘛，哦。
哦，这时候我会运用一个小技巧啦，哦，二，哦，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哦，这样的三 combo， 哦，那那个天降下来就没办法了，哦，一、二、三，哦，这样看得懂哦，直的，哦，把它错开啊，这时候血量的部分，因为我 CD 还没好嘛，哦，九回合，所以我先控制一下哦。哦，由于 combo 70%的几率，它会有额外增加的那个部分，所以血量在补的话也还算不错。哦，还有六回合。哦，还有三回合哈。哦，用鸭子的话补血绝对是轻松啊。还剩一回合哈，那我们就是用刚才的打法，哦，只要把它戳开一下，哇，那没办法，哦，天降就没办法控制，哦，尽量是在这时候的话，可以顺便补血就补一下，没关系。嗯，他把我青龙锁住了。真聪明啊！我的打法，我思考一下，这样有点头痛。先上一击吧。说希望不要再被蜘蛛女 K 到了，很痛。哦，这样 combo 出来血补就很多了。哦，漂亮漂亮。第一支的话就也不用太客气，直接转一下好吧，就是速战速决的意思。极力瀑布，
时候一样打法，哦，一样的打法就是三清，哦，组合技，灵念之印，灵念之印，水，哦，他们是用暗，基本上我们没有属性相克，不过我是觉得应该也没问题。K.O. Victory。 哦，基本上其实对我练起来说真的，这个关卡打就还蛮好打的啦，不像以前打的那么辛苦啦。哦，以上是这个那个叫什么关卡，哦，驱灵冥帝，驱灵冥神黑帝斯的实战展示，哦，假的啦，哦，呵呵。好，以上这个示范给大家参考，谢谢大家，拜拜。